往哪边走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那边我刚 我们刚过来了，没有吃的，我这边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但是我想先看一下这是什么。是凤梨呀、啊，是什么汤啊？Pineapple juice， 凤梨汁。哎，可以试，可以上这个吗？凤梨，凤梨。我三个也试了，这是凤梨。哎，我想喝凤梨。等一下，你到底有没有在比赛？是你自己想喝的吧？不然是谁想喝？我想喝我。不是，他们不是有跟垃圾有关？你们想喝，他们到底要喝什么？你管那么多啊！上次他说垃圾带回来，你有没有想到要做成一个件？没有想到、啊。那就对了。我们就利用他的碗筷，然后吃自己想。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对。来来来来来。还是我们两个一杯啊？来一杯有没有？大杯有没有？好啊好啊好啊。刚刚有交便宜一点。卡萨麻辣，卡萨麻辣是这里，这里是麻辣，可以什么？便宜一点，什么便宜一点的？麻辣鸡，可以one辣鸡，one辣鸡，辣鸡辣鸡，麻辣，麻辣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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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thank you very much。我觉得不会，多少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Thank you.我拉西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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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拉西给。好，玉米，他们刚说玉米很好吃，你有兴趣吗？我有兴趣啊，买啊！我们现在就是吃我们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就买，想吃什么就买了。对，我们现在有50块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这边东西有够便宜，刚刚这杯多少？3块，3块，384块，这么大一杯20几块而已，便宜、哦，很便宜。那有那种炒的那种 ，Mr. 拉西给。Murashiki, Murashiki, you handsome, beautiful, beautiful, beautiful girl, beautiful girl. Okay, Taiwan very superstar. Supermodel, 我来之前我就已经讲过我要吃发挥炒这个很软，到了马来西亚学炒面，你先按多少钱？然后还有炒米粉，你讲的是多少钱？炒面3块哦，4块，这怎么4块？哎，那你有吃这个吗？想吃我们的，哎，我们来这边选炒面，哎，这真的好吃。他就说他想要吃啊，也太大口了吧。这是什么？我们会被暴力讨债。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是沙威玛还是？沙威玛，沙威玛，沙威玛。它是用卷饼一样，卷饼。好的。我要当饼酱，我要保鲜。凤梨汁。沙兰多。哇，我的好吃。红木沙兰是？不是，凤梨汁。OK。好吃，你要买什么？我想吃这个啊，我真的很想吃这个。好不好？你买啦，你买啦。嗯，你50块根本就不够啊。啊，我是有干的。你可以从这边吃到最后一餐，还可以吃。他为什么不比这个？他是想买。哎，你们这个是要拿？有啊有啊有啊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太多太多。好。再好，加蛋加蛋。哎，对。妈妈加蛋，妈妈加蛋。3块钱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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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
Thank you, 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, Marcia. Oh my god. Oh my god. 要不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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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活活活。我也都活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0.8 块，0.8，然后这个1块。Thank you. Chicken beef. 真的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 ，Chicken one beef. 我跟你讲，鸡肉跟牛肉一样超好吃。没有，最后这个有个鸡。还喜欢不好，没有很好吃，就说没很好吃。还算 OK 的，我养了一个鸡。而且你要吃的还要加那个洋葱一起吃。哦，五万块。可以啊，还可以，我个还可以。这个很强啊，很好吃啊。我稍微有点硬，咬不动。怎样？你要吃什么？我吃这个卤味饭。怎么那么无聊？不会台湾也有？是啊，人家酱料很强的。真的，这看起来很好吃啊。要酱料。对对对，不要浪费。后面我们最后钱花不完的，这些东西很便宜。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花不完，我们就回去喝你想要喝的。我觉得绝对花得完，真的。这么长嘞。这好吃哎！谁让重？对重。但我刚我跟你讲过了。糯米，然后里面包的是一个辣辣的，包什么？有点椰子的感觉。椰子，椰子。哦，就南洋风味啊。哎哥，你们去买那奶茶超好喝的。你刚刚是不是讲干？没有，他刚买的。喝完了啦。你这买红麦凤梨。买红是的。这个奶茶是不是很像泰奶？泰奶超好喝的，会不会很甜吗？真的假的？哎，甜真的好喝。哎，没办法吃一点。哎，我吃不出来是什么口味，怎么办啊？猪舌头，哎，这个甜甜淡淡的甜味。吃蛋这个。吃蛋这个。而且让我们吃。这也是椰子口味啊，椰子，这是黑糖糕啊。可以吃。它不是黑糖，它就。它是甜微微的甜味。嗯，甜。不是故意买这种比较大的。哦，你这个老是讲，对对对，我们根本没有想那么多，我们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真的。因为我这个很好吃哎，这个很好吃，可是麻辣，太辣。会吗？会太辣吗？还不错吃哎。哦，麻辣一点，麻辣。这比较重咸，也很好吃。好吃啊！我跟你讲，南洋风味的河粉真的很好吃。这边来这边买这个，真好吃哦。而且还有福建面，它那个一条条福建面。还有卖饭。不是大大的炒那里面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家垃圾蛮多。好吃。我真的太喜欢吃炒河粉了。看一下这个好。没有这个，我想看这个，这个才够。那它
地瓜是辣的哎、欸。好吃。啊，买！你要大的有的。我们是有钱人，当然买大的。大的一包。大的10块钱。二十六块九。这样，老板等我们一下哦。来，帮你找帮你找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去买了，不能啊，不是，因为我们要猜制作单位。嗯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很认真玩这个游戏，你懂我意思吗，小花？你懂我意思吗？要认真哦。要认真，我们不能想说假装自己是有钱，然后花制作单位钱，不行。好了，我们要认真玩。好了。那你想，他要我们拿回去这乐色要干嘛？你想不到的啦。你怎么会想不到？你那么聪明。想不到的啦，那是没错，但是很想不到的啦。你想嘛，你这根本没在想。我不想知道。是，我现在很怕。哎呀，不用怕啦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说到，我帮你扛啦。真的还假的？你说的，真的。你说的。真的啦。那你给我2000块。我给你2000块。嗯。不用啦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说到，我帮你扛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，我现在可以好好吃东西了吗？好，那你现在要吃什么就买吧，随便我买嘛，对。真的吗？我帮你看看，你停下来是为什么？没有，中间的是什么啊 ？Soda herbs， 就是香草香味的汽水，买啦，还可以喝的，好啊，好，那你们买 copy， 是什么 ？copy 就是上面写 copy 啊 ，copy， 啊 ，excuse me， what？One soda herbs and one coffee。我们剩钱剩不多，你们分什么喝 ？Medium。好，来分你们啦。好了，我们买，好不好？谢谢哈哥。你们刚刚已经买了一个很大的东西，没什么。你买什么？你们买了什么？很会打球，篮球员，真的是人好心善良，又会打球，准度又高哎。那我嘞？超级名模啊，又爱穿诺迪。不要给他们。One coffee。我们喝了这个。Excuse me。他家里不要这样，人家来来回回。哇，不用你的钱，你倒是还。哎，这个 soda herbs 就是草药的汽水。草本汽水。什么味道？就是。哎，流出来。有酸梅汁。OK。有点像那种，还有薄荷味还是什么的。但是完全没。也是酸梅水。但是完全没有 soda 的感觉。No soda， 都没有气啊。对啊 ，no soda。No air。那我喝 coffee 喝。No soda 呢？但是不难喝，就是在一个干干的那个药水好喝啦，加炼奶咖啡啊。回去哪？走，往回走。好，往回走。往回走了。走，我们再看一下。我钱好多，没地方花，怎么办？我们钱也剩不多。现在好像剩10块而已。OK， 买点水果啊。买点水果。养颜美容。好不好？买哪什么水果？我想吃山竹哎。哦，我超爱吃山竹。很久不知道了，走，买山竹，我把剩下钱全部买山竹。好，好不好？这么决定？对，山竹到了，山竹来了，而且2公斤10块，2公斤，我们大概就剩下12、13块，真的吗？刚刚好。那你知道山竹要怎么挑吗？你会挑吗？我不会挑。我跟你说，你真的会啊？真的会，大家会想说贪心，大的对不对？你不要贪心，山竹有时候哈。挑稍微小一点，这上面都会花花的，是什么？这个有没有坏掉？没有吧？当然没有坏掉啊！你确定没有坏掉？没有。啊，那上面黄黄是什么东西啊？黄黄都是这样的。真的吗？对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山竹哈，到底要怎么挑？怎么挑 ？Excuse me, I want 2 kilo. Yeah, thank you very much. 怎么挑的？就这样子挑。你根本就没有在挑啊！就这样挑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都在乱挑。没有啦，他有在看，你看他有拿开，他有在挑，他有认真帮我们挑。You see, yeah, very beautiful,、oh, just like you. Oh, thank you. 2公斤10块钱，我们就把其他钱。
他们学我们，他们说把剩下的钱全部拿走。真的，因为我们吃也差不多了。欸、那个、啊，他就买，买直接拿，买两个我很想吃的，山竹跟红毛丹。哎、欸，你们买菠萝蜜啦？不要。那你买红毛丹，我们分着吃。好。好不好？我们这边我先买。哎、欸，我们这边这么多，真的哦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对，就这样决定了。OK 啊，把它花完吧。花完，花完。我们今天其实，我们其实今天不管，我们不管输赢。So can you give me 2 kilo? And 2 kilo. 好的，好吃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剩一块钱。那我们跟着音乐，剩一块钱。哎，哇，你要不要喝一口这个？超好喝，椰子奶昔，特别。那你们要不要喝这个？我超爱喝椰奶的。你们要不要喝这个？没骗你们吧？草本汽水，这个好喝，这个真的。对啊。欢迎 Charles， Thank you。嗯，这个很强。Hey Magazine。好了，我不想买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累了。三块。三块。我觉得不划算。这样 OK。我没有口袋。Thank you。哎、欸，我今天差不多了。哎，可是我还有13块哎、欸。13块，算是请他们吃东西啦。那好吧。差不多了啦。嗯、好吧，好好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山竹要吃啊。好。对。好。走。